大家好，今天那个我们隔壁奶奶家里有很大两束杨桃，就是这么点大个，像米杰和桃那样似的，很好吃的。叫我来帮她摘一下子，一直在等我，我又没时间。那今天刚好有时间，全部都过来了。他们是老人在家里，年轻人们又在外面工作，所以说呢，叫我来帮她下一下这个杨桃。哇，不得了，太多了，摇头我打。那个楼上才好摘，是不是？嗯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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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二毛钱你二毛钱，我来。哪里哥哥？哦，我上下刀上下刀。哎，真的好。干着放啊，那就好着点啊。罗哥，小心一点啊！哎呦，那么小开始了，我的个天呐，上头掉头了。那够不到，上头搞很大的鸟啊！哎，个大男的，滚摘一点，那我啷个没看到过摘那个？我插起来这个火嘞。哦，滚插起的啊。哎。可能那个还是好多年了。那妹妹，你那个先接不到哈。那我又要下来一层了，房子。你那个找那个钢管钉子。哎，对头。一个都拆不到啊。没打人，有打人了。来，妹妹，给我来，来来。啊？那个长很大嘛点儿？不好顺，不好顺点儿，长很大。我会干，有的干干也没用。没打老过噻，卖了吗？那边。都在干嘛？在这。终于结束了哟。那个就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嘞。哎呦我天哪，我脚都给它抖。哎呦，终于下来了！哎呦我天哪！脚都给它抖啊！哎呀，脚都给它抖啊！哎。哦，我天哪！这个上面站了太久了。我一看你小时候没少爬树吧？经常爬树。啊，口袋都没有拿下来，里面还有嘞。嘿，有点大。哎呦！我哥这是属猴的。够大够大点儿，给那么多，真的哦，那么多，你骑也骑不到好多嘛，那个。回去拿回去泡点酒，这个。够大，够大点儿。哎呀，够大点儿，够大够大。哎呀，够这么点儿还给。那么多大点儿，够大。